老哥不给他们交金，只买意外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你那里也下雪了吧？山上的雪这个越下越大，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我们一起跳个舞，我跳个四分三分。他们老挝人，你首先他，你说要他出国去工作，如果是女孩子，可能性非常小。你看他就是在，你看从蒙看县，他都有人陪同。天天出个三花。
kakulu nengno hocha gundum ji三个人，那个妮莎好喜欢听这首歌。小差了。老挝这么多的博主介绍，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态度吗？娜娜的你们会不会挑那个最好的才艺叫什么走在了那座小桥上你不前走右上桥边歌唱的小姑娘你眼角在流淌你说一个人在逞强一个人念家乡风花模样我让他们再来安排个才艺最好的才艺他们就是什么才艺最好唱歌哪首歌唱的最好安排唱歌上唱歌我说叫男的很多结婚后就退休了小西天天思想不集中想男孩了有这回事吗兄弟也可以偏蒙也可以不得供不得供让他们一次来个最好的才艺展示欢迎刚子老乡谢谢刚子兄弟的灯牌
这个歌这么长，九分钟了，高不拉提哦。高不拉提哦。再唱一段就可以了。不，慢好看呢。OK。这个歌好长。谁送的花给你？我自己买的。自己买的，好，很漂亮。自己买的。啊，我知道啊。哇，杨美丽漂亮。杨美丽漂亮。自己买不行吗？没人送，自己买。挺好的。啊，那我们就是说来上台一样。来。OK， 闭麦了。
你说的那个去中国工作惨了没有，这个就不太现实了。你别说去中国，你要很多妹子就赚再多的钱从蒙开箱到我们这里来直播他都不干，或者来做翻译从蒙开箱到我们这边来一千万一个月他们不来啊。上水头鱼又好冷问候上嬲嬲似打手恶恶面口，但这天上抬头怒笑口笑面后，红的心似一粒跳跃大豆，跳动难静大眼睛看着平静，我买你买买好啊，却是难静。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啊。在安静，原因遇着你，这个我眼耳鼻喉皮肤都产生反应。谢谢郑言哥，感谢郑言哥，谢谢啊。连锁反应，反应，反应，微子和心思全都反应，反应不停。难抑制，难抑制，连锁反应，反应，反应，连粒麦和烟花。来吧，再打一波团结，家人们。谢谢隔壁大哥的小星星，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啊。谢谢四六九哥，感谢四六九哥，谢谢啊。和全球呈现了彩虹，形容词全部在跳动，似拍手兼高歌，因有你陪我开，和斜阳全部变。